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股市老师傅。今天很多人说：“哎，老师傅，今天大盘热呢？今天大盘跌了88点，算是近期跌的比较多的。”但是老师傅在这边啊，嘛是要叫上要来你讲量能不济，我们要波段获利。你要知道，说我们用这一种方式，老师傅就卖的算过这一种方式选出来的股票啊，第一个基本面找最强的，第二个技术面找最强的，所以大盘难免会震震荡荡。我就在这边也已经大家开宗明义讲了，在上个礼拜大盘创新高的时候，黑猪那是大型股表现，接着下来中小型股表现。那不论什么样的股票表现，我们基本面找最强的。技术面找最强的，不管它大盘怎么震荡，照样要赚它波段。来，什么叫基本面最强的？就说一档个股，它有具备特殊迷人的题材。你们看这短短几个字哦，一档股票要特殊迷人哦，就说你看到你感觉这个题材足好，转市场大家都知影，老师傅想要进这款股票。这不是只有这样哦，只有赚一个条件不行哦，因为现在没有量嘛。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盘啊，到现在为止是314亿，今天预估是618亿。哎，老师傅，那个老师傅那个量又不见了呢，早就跟你讲说量能会不济啦，所以我们基本面要选特殊迷人题材，技术面要有大户介入。具备的一加二不是二加一，一加二、二加一都没有关系，就是一档个股同时具备这个，就是要赚波段。嘿，比例咧做期指咧，赚咧两点、三点、五点、六点的吼，嘿，唔知好到偌济期啊。从去年四五月啦，我就秉持这个力哦，本持这个方法跟广州朋友你去讲，量你讲要一时啊就大量出来，我讲系无可能的代志啊。你看现在连要爬到八百亿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无量，不是无量，那也袂当赚钱呢。无量照常要来赚钱，不是要来赚钱，你还要给他赚一个波段。我所谓的波段至少三成以上啊！来，我们来看这一档，这个观众朋友你都看过了嘛？3406的郁金光，每一个人都跟你讲，他都有啦。那跟你讲都有的人，这里也有，这里也有，黑龙安怎拢讲到走无路，讲到老师我要停损掉，一下来你记起来，老师傅不赶快跟你讲说，这里不能买哦，这里也不能买，这里可以买，为什么？因为关键筹码在这里才进来，有看到啦吼。进来之后，我们还拿这一个观众朋友，你话我底价买，底价出，底价个买，底价个出。这个波段赚到，这个波段赚到。今天它还是很强啦，而且哦，今天有创新高啦。但是你买在家里这段时间，你安怎你也足痛苦的啦。这一两个月的时间你会很痛苦，因为在这边震荡。虽然说它今天创新高，但是我们出在这里，你说漂不漂亮？因为出在这里之后，我们资金啊，我们会去寻找一些更有效应的。你卖给搞啊？大户出，我们就跟着出就好了。也许他有更大咖的介入，这个我也不晓得啦，因为我就没追踪他了。因为你要我出底价，我感觉吼已经功德圆满了啦。即使今天再创新高，那又怎样？有出的我们跟大家讲，有出没有出的我们跟大家讲没出。像这淳安6283底价，我们也不跟你讲说我买在这个最低点，不会了，我们跟你讲说我们买在这一边18块，买了之后啊，第二天就开始啊，就被分盘交易，就被全额交割。大家人都唔敢买，用老师做拍卖咧，我想要做拍卖，一年后已经全额交割了，全额交割的，你还先去汇钱啦。我们做股票是为着要赚钱，所以观众朋友，你这一句话一定听过很多次。我们今天来股票市场，我们做股票是为着要赚钱，
啊，唔是讲为要做股票好买也好买，啊，卡一通电话就买，老师要先去汇钱呢。我讲咱来当，咱趁钱先去汇钱吧。请观众朋友，你给他看，今天还在涨啊。今天大盘到现在为跌89点哦，落89点哦，无量落89点哦。但是观光的股票有个的基础，它不是在涨而已啊，它还在创新高啊。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讲，讲了之后这边被分盘，有没有？你一定记得啊，它特殊迷人的题材是什么？哇，原来有这一个闽台实业，它介入，把它的私募全部都出起来。你嘛听我的讲啊，上大的重点底下你也看，关键筹码跟你讲说，哇，这么久人家都没买，在这里进来大买，而且这个买的数量很多哦，几千丁。这个买的数量连续买2天，个股具备特殊迷人的题材，然后有大户介入，18块了，好了，就算你18块了，好了，让你算19啦，188啦，算19块，你这里进去买，现在今天来到33.5，你赚了几趴？它涨了几趴？那不是涨7-8成吗？而且什么？每天在跟大家讲说出了没有？我说出了，有一些我会跟大家讲啦。我出了股票外的，大家去讲。哦，就说啊，我们进出的依据很简单，个股我们选特殊迷人的题材，不是有特殊迷人的股票我们就不出啊。在关键的筹码它出了之后，关键筹码出了之后，我们也会跟着出。而且有关键筹码进来的股票，加上它有特殊迷人的题材，至少都涨多少？至少都涨30%。就我刚给各位看的易经光，这起我这这起我想，这起我想，这涨1倍呢。啊，你如果看这个会准吗？啊，这里买啊，这早就出掉了啦，观众朋友啊。所以你要去想说，你今天在看电视节目。现在行情做拍摄我也知道，每一个人都赚不到钱，这个我也有知道。但是你如果有转找到第一个个股，它有特殊迷人的题材，第二个它有关键筹码，有关键大户进入，这一些股票的钱呢，它不是马上就一定会每天大涨了，不见得。但是它是震荡往上，而且在震荡往上的过程里面都有波段让你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你要了解做干单这一些关键大户他有没有出了，第一个股他有没有特殊迷人的题材，这老师傅替你界定。那关键大户有没有出，老师傅有关键筹码在这边。那你有一加二这两个，即使在没有量的情况之下，我同样照样都让你波段的获利。底下老师，我炸得出去啊啦！为什么你把它出掉？因为你不知道人在做啥嘛。你好像就说，不晓得，完全没有依据嘛，所以你赚不到它的一个波段。所以你都按话，赚一天两天你就走啊，赚到成本我就跑。老师，我做当冲，我做隔日冲，好好啊。结果这样回头一看，这一段你没有赚。这个成交量，这个都上万张了哈。你要买多少张？你要买几千张？你要买几百张？随便你买。相对重点是啥？这支股票，这支股票伊有人在做。这支股票咱在做是主升段中的主升段行情。嘿，这个主底的那个股票我们不进去买，就是这一个开始涨上来，开始这个叫主升段的主升段，主升段中的主升段是啥啦？第五量。第二有大卡比，第二好进好出。第三，你若讲其实你做唔对，你要停损嘛，好停损，就这简单。但是一支股票有特殊迷人的题材，一支股票有这一个大咖进入，就像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讲的，啊，它就要涨波段啊，它就涨这一个波段啊。观众朋友，我底下咧话你也感觉讲，趁这个波段比你去底下打工安尼哦。看迄棋子，你刚刚咧看一两点，咧紧张到要死，你又需不需要紧张？你完全都不需不需要紧张？你只要打电话进来问老师傅，讲老师傅啊，迄关键筹码有出去无？无出去，你得放心。
阿老出去，咱就对得出，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看到这个量有八十九点，哎、欸，我讲的股票都还在涨哦，不是这两档在涨啊。接着下来我要讲的股票都很强，重点是安怎？观众朋友，你问你家己，过年前剩无几工啊啦，你要赚唔赚迄财力？但是过年后你总是要赚啊，你总是一定要赚股票的嘛，你不赚股票，你现在靠什么赚钱？香蕉一斤涨到一百多块，哇！所有的水果也好，所有的物价也好，打行起价变黑了。你靠你的薪水一定不够嘛？啊，仅靠你银行生意利息，一年一趴，不到一趴。所以观众朋友，你老弟要下定决心，咱安尼做一个较长线的布局。我们找的股票具备特殊题材，我们找的股票中实户介入，你认同这一些股票会涨波段的，欢迎你把电话打进来。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颈部越来越紧，越来越不舒服，导致颈部疼痛僵硬、肩背酸麻、失眠、头痛？现在只要躺在颈架松舒椎器，利用自然仰头松解原理，套上专属的头部固定带，再以手动充气为槽，让颈椎自然提高，往后恢复颈椎间距，舒缓神经压力，让软组织得以松解，体积轻巧，不占空间，携带方便，随时可用，请您赶快来电。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头皮老化速度是皮肤的6到8倍，你需要萌发566洗发精，激活保湿力，毛根再复活，防止头皮老化，亮感升级，蓬松有感，头皮年轻化，萌发566洗发精，萌发发发发。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Les odeurs sont impalpables mais touchent nos sens。Les fluves touchent au plus profond votre esprit. Et la première inspiration, on ressent déjà l'affection. 这就是爱情的味道，为自己加分。566 Perfume 香水能量洗发露。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夏恩英语百分之百外师授课，英语听说读写 No problem。 夏恩让孩子与世界更接近，全国分校招生中。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那今天的大盘呢、啊，跌了八九十点，在这边一跌之后，就在这边要涨也涨不上，要跌也跌不下去，都背涨高点的高涨点。观众朋友，我为了打个共鸣的，是说我要跟大家讲，如果说这个盘跌这样，我的讲的股票都还在大涨，刚刚各位讲过了哦，都还在涨。那你觉得我跟你讲说，在量不济的情况之下，我要跟大家破断获利。用老师的讲的，用贵企的来，这一档我跟你讲说什么呀？2017年新春就最近价的，大概讲的呢。它的特殊题材做什么？我特别跟他解说了说接货大订单。
到九号的时候，我跟你讲说它的买点到了。哎，咱这个股票进出来，它的买点很重要。它接获什么大订单？3071的学习，伊嘛在做散热哎。我讲在做散热，你来看这操作啊，好来，观众明天看这操作。你给他看双红，93块。你给他超宽超重100多块，啊，这股票呢，今卖一码借的散热，今卖十几块，所以我觉得说，像这样股票，第一个，它有特殊名人的题材；第二个，人家这里就在布局的，你有没有看到？这里在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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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来看，今天呢？今天大盘跌87，还不跌啊？你听我的话，在五日线这里买，你到现在还是在赚钱呢、啊。这个叫什么？就随时等着要喷出了嘛。为什么？因为一无特殊名人的题材，因为有大户介入嘛。那、啊、你如果不会，你把你的停利点设好就好了。所以一直有很多这样的股票，观众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哈、哦，啊，讲会料的别金呐，来，再来讲这一档好了，叫做有味科。这9月23号，哎，这个是经典名作哦。9月23号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说，来，只有一句话了，你听到吗？第一个，他接货大订单；第二个，大咖啡来。哎，我没有跟你讲，我在这里买，我在这里买。我跟你讲说，我做的股票就是主升段中的主升段，好进好出，然后怎么样，好赚钱。因为你买底价无量啊，你能买多少张？有限啦、啊，你一定要买在它出量，然后有大咖，然后它题材要发酵的时候。结果你看看，我们买了之后。我们这个都给大家看的，在10月31号的时候，哦，起一百空高趴，来到31.45，我人大卡咧出啦，咱卖鸡搞，好进好出，大户的进就买，出就出，你家来的功能咧出啦，31.45。然后就从我讲出了之后，你给他看一个月不涨，两个月不涨，你家在整理，有没有？就在这边醒嘛。你买了，你一定很痛苦。为什么很痛苦？老师都不气啊，都不乐啊。我当下都老师，我要不要设停损？怎么样？但是你买在这里，你不一样。他这一波就这样涨上来，这波都安尼起起来。有没有？就从这里这样涨上来。这里跟你讲说，人大咖的家，有看到吗？来来来，这里把它放大一点。的家，31.45啊，经历一个月、两个月，经历快3个月的时间。哎，老师，他又创新高，创新高有啊。在12月27号的时候，我跟你讲，他像脱缰野马。的家，大家看。为什么叫脱缰野马？就是一经历一只股，你价格喷出来，就是脱缰野马。结果你给他看，12月27号在哪里？观众朋友，来，我把线打出来，给你看一下，就在这边呢。27号就在这里呀、啊。我在27号跟大家讲，它是脱缰野马。那个时候的价位在哪里？在27.6，我在28块4。这一段时间的经历的过程，你都没浪费掉，因为咱去探白鸡嘛。我们去把别只赚回来，然后开始要起涨了。我们再跟你讲，关键筹码再出进来。结果我把这一段给它放大一点，关键没有力气来看。哎，老师，这里稍稍回跌，稍稍回跌的去修的去用分盘了、啊，没有办法、啊。因为会涨的股票就是这些股票啊，你要知道，就是说最重要来讲，它的题材，它能吸引到这些投资人，可以吸引到这些法人，可以吸引到这些外资啊，对家，
跟你讲脱缰野马，哎，这个股票我是要怎么走？我们是在这里叫你进呢，这里叫你出呢，这里跟你讲脱缰野马，它即将又要喷出了呢。个股具备特殊名人的题材，有大户介入，这段100%，这段话在这一段也快三成了哎。观众朋友，这一段你想想看，它没什么涨，这一段也赚三成了嘞。你去做棋子啊，好，你去做啥啊，好，你短短两百摆时间，你要赚三成，你要去对谈啦，你要找来找老师傅，你要去找谁谈啦？而且我们跟你讲的这个东西，直接都大家有凭有据的哦。我不是等它事后涨，我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哦。你来看这个 K 线，有看到无？你家无量赶快没有你波段，而且你知道你买的时候你很轻松，你就逐天啊，免底下紧张个诶，像我们有一个会员呐、啊，叫阿美呀、啊，大哥诶，老师，我今麦要处理一下吼，啊，你呐有啥物代志啦，我讲者，安尼就好啊。啊，每天早上就打电话说，诶、老师，迄个股票，迄个大咖有出啊无？我无啊无，安尼就放心嘛，就这样。轻轻松松，不要每天在那边等哇，等扣讯哇，这个要赶快设停损哇，停损如果你慢两秒三秒钟，可能就不见了。啊，可以谈谈哇，这谈三点五点五点十点。我不是喜欢批评了，我就是说，咱这上面代志都要赚波段，你才会赚大钱嘛。你每天赚一点点，赚一点点啊，保证每天赚吗？啊，有赚有赔，你怎么办？来，各画这个。这个都是十二月份跟大家讲的哦。十二月二十号，我跟你讲说，冬天已经过了，有大差别啦。冬天已经过的这个产业，它已经经过怎么样？很经过很严厉的调整啊。冬天过去了，我怕你没有信心。十二月二十六号，各来三个见证会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开牌啦。我说再来啦，再来三个见证会员啦。6426的统信，这事后很多人在讲啊，但是老师傅在讲的时候，他们在哪里？关键筹码，关键人物。我说他今天跌呢，今天跌又怎么样？今天跌还是在71块、71块8，而且他今天开盘是75.5，再创破断新高哎。你有股票，这个股票人你很欢喜的啊，观众朋友，这个不是波段，什么是波段啊？稍稍跌一下有没有关系啊？你要注意是说，老师，你有出啊无啊？你要这个扣讯啊，你出的时候你要掌握这一只扣，我们在这里买到现在都还没出哦，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哦，扣讯完全都没有出。安尼你唔只赚一个大波段，你才会赚很多、赚很久嘛，观众朋友。啊，不然你这边买了，这边就出了，啊，就找第二档，那这一段波段你怎么赚得到？迄一天来你讲五支，来你讲三支股票，就是安怎？每天买，每天买嘛，赚一点点就跑，赚一点点就跑嘛，跟你在做棋子一样嘛。那我们每天是在这边跟大家讲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希望你可以赚波段，一档股票咱唔谈吼。不赚就算了，要赚最少要怎么样？要给他赚个三成五成。我们做股票不用这边每天那边追那边追，哦，我告，哇，有够辛苦的。那你那么辛苦干嘛？你无非想要赚钱。你赚钱，你如果没有赚波段，你怎么开始可能在这个股票市场赚钱？那在现在量能不出的情况之下，你如果一档个股没有特殊题材，一档个股没有忠实户，一档个股没有关键人物，一档个股没有关键筹码介入，它怎么涨波段？所以你被赚波段一定要安吗？一加二哈，关键没力条清楚哦，不是只有一，不是只有二，要有一，要有二，两个同时条清楚，同时具备。就是这支股票有特殊迷人的题材，和这支股票有关键人物介入。观众们，关了你听有哈，这些股票这个都可以是你的。这个你看看我打给各位看的每一档股票都是这样都有在涨波段其他老师有没有在讲这些股票？我不晓得，但是我只跟大家讲，用我的方式去选出来这个股票，值得大家信赖。
一得五六五给主升段中的主升段，为什么经历一个筹码没有量的时候我们要进去买？老师，我当买一百张两百张，你资金部位呢较济，你买这个股票，你的对象，你唯一的方式就是跟老师傅来嘛。那老师啊，够有迄股票，还有没有那个具备特殊迷人的题材？然后有啦，随时都有。这个是上礼拜跟大家讲，我给他写的统心第二，这边有看到那开始在介入啊，开始在介入的。今天同样这一支股票，我们再来三个见证会员。观众，你要走出干爹的卡面来讲，老师，我迄达基拢有破断的，我拢错失鬼啊！你现在有下定决心要跟老师傅的，今天同样再来三个见证会员。这一档个股同时具备了特殊迷人的题材，同时有大咖介入，它的特殊迷人的题材很特殊、很迷人呐、啊，这里就先不讲啦、啊，因为讲出来，为难可能会知影，它很特殊、很迷人。重点是怎样？有人进去。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你早进来晚进来，你都要赚波段的嘛。欢迎你把电话打进来，成为我的见证会员。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明天同时间再会。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家庭主妇手艺要好， HCG 厨房五宝一样都不能少，超强活力又节能，大火炒菜味道好，油烟一点都跑不掉。租家唔加扣扣扫哦，碗盘洗好 ，My Spa 杀菌除臭卫生好。加租贵哥，奶奶去洗辛苦，放轻松。早咖五 HCG， 行行拢熟悉，厨房五宝。HCG， 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02-2578-3000，2578-3000。每样都想吃哎，怎么办？啊，快去贵族世家！哇。怎么可以这么划算呢、啊？幸福就在这一刻。贵族世家，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02-2578-3000，2578-3000。怕油，怕上火，爱之味分解茶，一餐的油腻，一瓶分解茶，纯净的 Okinawa 山苦瓜分解素，降火气，解油腻，油腻分解开始 Go。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得。